头章哎，还有 DNA 资料库哎。你想干嘛？没有想干嘛。他进来就冷到。冷到香蕉代言人。这是什么三明嘴吧？三明嘴秀。你说他的名字吗？不是，他就说都是三明嘴秀。需要停吗？还是可以继续走呢？可以继续走，要拍照吗？谢谢。是吗？很多人停在这，今天就一个，不知道，我到了，对我到了。哎，大平登山口往这边下，哎，我们要，哦，我们要走左边呢，好，其实根本没有用。好，这边可以先休息，可以再往前吗？好，这感觉很适合睡午觉耶，这里。野人。嘿。几乎大家都下来了，嗯，人起雾了，自己雾了又雾了，我都起雾了。好，没人要下来了。对啊，应该就那一波。刚好上面没有人跟我们抢空间吃饭。现在应该不冰了吧？到后面就很冰了。明白，到处都是白。哎，但是它那边有在飘，那边变蓝了。对啊，而且今天风算蛮大的，所以它是有机会。可以期待一下。会开。我们吃个饭。我们就是待在那边等，等到它飞。对，可以。后世搞不好我们有云海可以看，因为现在这边是在云上面。三 K， 对，在上面那个很大一片哎。刚刚我们看到云海了，这么酷的绿色效果。好啊。我刚还以为就这么美，原来拔掉眼镜没有那么美。哎，拍的还不错，有没有很蓝？很蓝，对不对？神奇墨镜，有没有突然变美了？跟我拍起来一模一样。有滤镜。你这超光滑的，都好好摸、哦。这是超美的，超美的哎！我们要拍出来了。他们在那里，可能要去那里爬。那里超美，等一下要去那里吗？那里真的看起来蛮好爬的啊。自己换姿势。有没有别的姿势？
小白怎么已经晒成这样了？他晒伤了。怎么会这么夸张？他就是白。阿凯。不要推他哦。他不想动了，他看起来就是不想动。上次我就睁开眼睛。一二三。好，换人。不要拍了。哎、欸，他那里。很想回家。那主人说：“等等哦，等等哦。”好可爱哟、哦。哎、欸，他真的，他怎么长超开？长超多。你这样子抱着它爬，真的很厉害。它大部分都。就像这种要攀爬的，就下山走这段，应该它对它比较轻松。哦。很鲜吗？对啊。应该觉得很想回家。对对。好累。也不耐烦了。它上坡走到六七的时候，它就一直停在不想往上走的阶段。刚刚看有人拍照，它就躺着，没有要动。我跟他说回家了，然后他才赶快跑出来。要去挣扎？没有，他想要自己走吧。加油！这是一个树洞哎，是要走上面？哎、欸，我记得这棵树。很酷哎！再来，是这里没有错啊。我那时候还跟你说那个底下有个洞。对啊，可是我是走洞。我们应该是走旁边这个，中间这个洞。大山乡也有很多。阿树洞可以通吗？不知道。还是你当好。有点想要钻钻看。那我没有很确定我这边下不下得去哎、欸，阿凯，你等一下下去之后帮我看一下，就是前面那边有没有办法下？哪边？树洞的尾的底。不行。哎，好吧。从这两边。好吧。你为什么要走那条路？没有，我想说这样可以过来看一下。那你现在过不来？可以啊，可以下去。啊，所以你刚哦，你刚沿这个石头这样。全出来了。乱带。这是不是要爬的地方的最后一段？应该是哦，下去之后就没有了。哦，对啊，三角点那边还可以往哈坎岭山，不是他家洞走。你要抱着一只狮子？要在这边拍啊，还是在那边拍？拿着狮子可以抱。刚刚那只狗，赶快借一下。不要动吧。等一下，我刚捡了一包垃圾，现在不知道塞哪。